不要走，不要跟他走。你在说什么？我不能没有你，不能失去你。你，我不知道我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。我没有办法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。我真的不知道，如果我真的失去你，我该怎么办？你又不是小孩子，你不要那么幼稚好不好？这样只会带给珊珊困扰。对，我就是小孩子。以前的我总是想错什么就错什么，现在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珊珊，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做？能够继续爱你。你够了吧？你有为他的幸福着想过吗？如果你有站在他立场替他想一想的话，你就会给他平静的生活，这样才叫做爱情。幸福，我也想要幸福啊！珊珊，你听我说，以后不管发生任何事，我都会拼了我的命去保护你。你要相信我。等一下，现在是最痛苦的时刻。